谢谢兄弟们，谢谢你们，兄弟们牛逼，兄弟们牛逼，兄弟们牛逼，谢谢兄弟们，谢谢兄弟们，给你们磕一个了，刚刚刚。什么记忆短暂，从来很多人都会有的。能接受粉丝牌了吗？但是得留住才可以，就是得把它保住才可以。开心，唉，解锁还是挺难的，我得琢磨一下怎么解锁粉丝牌，有点费劲。每天过超粉任务，那我们就每天盯下超粉任务吧。谢谢哥哥们，欢迎滑片哥。零五分。听说你想住宿舍呀？看宿舍是谁？那你想和谁住呀？关你屁事！什么意思啊？我就跟你保驾护航呢，我要保护你。你今天晚上住哪？我问你。你想我住哪？差点，我要住不了酒店都怪你。关我屁事啊！你不救我？今天晚上我住酒店呀、啊，你住哪？你住酒店？对呀、啊。我住哪呢？你住哪呢？你想住哪呀？我想、啊，我是他保安，我要保护他的安全。那个宿舍已经住了一个了，来大姨妈了。来大，嗯，大姨妈关我屁事儿。啊，那你还住吗？那你就可以不住那了呀。宿舍那个是今天做当助理做菜那个是吧？对。啊，他已经在那住了。对。哦。因为还不舒服，还他已经睡了。哦。我也没看见。他暗示我说他来大姨妈了。可麻了。集合！最后一次集合啊！今天最后一把集合，乖乖，积极点来，所有人向我靠齐，看齐，站好人一排，向左看齐。散了吧，散了吧，那像我来这儿。所有人站成一排。向右看齐，向右看齐，右边是哪边？你们的右边是哪边？向右看齐，站成一排。右边是右边。对，所有人向右看齐。都在这里面是吧 ？OK。去酒店的初恋。去酒店在我左边，初恋在我左边。这么多，我操！你们走完了。我操！干嘛嘞？我操！不好意思啊，让我看看你这个我操！我操！一个飞船收麻了，我都没见过。这他妈吓死人了，这船长了呀，你们这吓死人！飞船我操，收麻了，我操！几个飞船收了？一个超毁，一个飞船。够了，没办法，咱们有条件成长。我操，就这几个了。没有，就这一招。就这几个了。满意。行吧，怪我，行了吧，拉了，行了吧。你在做梦吧，你在。你为什么满了不跟我们说呢？刚满的。他59满的。成长了。欢迎我海蓝哥。上去。谢谢我们海蓝哥。好，来。兄弟们，我们本期节目传播节目还是非常成功的。他们基本上能去酒店都是 GDP 下水平的小伙伴，都是最低平均达到7000到8000左右，所以比较狠。接下来的话，我来公布一下，我们今天的接待榜。小林旭第一名，初恋，是的。有点伤心，电脑房的上铺。哎呀，我靠！居然有人写上铺，我操！下铺，我操！第四名，美美。啊！上铺！我的妈呀！这个机会安排我住过。我操，200个是电脑房。你放心，你看人家全去酒店了，你还是。第五名，我浪漫。谢谢弟弟的浪漫。
一千三的人民的盟，以前我们经常搬在桥这个帅气的老爷子，我建议新来的朋友，他们第一把但凡众筹一下，咱们就冲上，咱们冲了2000块钱，走走一下，哎，这是我于老师，人都没来的就叫于老师，杨幂，杨幂，谢谢弟弟，我爱你多了。你不合群儿，晚安。过来的时候，你等我过几天。他们200块钱的桌子，没法少挣这点钱。啊，那我两桌台球。然后我们，别睡了，我这个一星，别睡了。做真的呀，不要当贵，咱们只能打第一单。团长，这是什么担当？老团长，你的说别走。现在分房已经结束了，分房已经结束了，肃静肃静，肃静肃静。赶紧开，你开，我就说。安静，别说话了。房屋已经分完了，然后接下来的话是打扫卫生的环节，大家所有人可以看那个上面，还有 VIP 的水果，还有超级 VIP 的订购，以及等一会儿我们所有人行动起来，把卫生打扫一下，好吗？前院、后院以及客厅与卫生间的打扫，来行动起来，所有妹妹。一边跟大哥互动，一边去打扫卫生，好吧？我跟你说，这是每天要做的一个任务。那，你们谁能接单打扫后院呀？妈的，这后院有点难搞啊！这怎么搞啊？不是。然后有位置，你加个位置。不是于总就能用吸尘器吸吗？吸不了。一样子就扫上来了。那边有个大扫，他体操组，用那个扫。No。父皇跟我们一起干点活吧，减减肥。减不了一点，我腰疼。少干一点嘛。谢谢纸笔画笔。你可以选择住酒店，你可以选择住家里面，鬼屋也可以，没事。体验鬼屋也可以。我想想吧。跟老嫂子睡啊，真带劲儿！我干活了。收回去吧，应该不用了。老嫂电脑房。可以啊，你要不然去一楼也可以啊，鬼屋一楼也行。鬼屋一楼的话，也只有一个女生。谢谢哥哥们，哥哥们辛苦了，哥哥们辛苦了，哥哥们这一周的那个努力没有白费，我们终于挺进了超级粉丝团，我们终于保住了中福星的三星，那么第一次中福星三星是不是第一次？哦，好像以前也有过吧，但是已经好久没有过了，一两年都没有过了。那我干卫生了啊，放屁！你们老早上刚洗的头，你真该死。这么顺滑，这么丝滑，你还说我该洗头？哎呀，还是小北哥哥抬的好。要不是小北哥哥，我也进不了。还有速度超级 VIP， 要不贝贝哥速度超级 VIP， 昨天已经提前订购了。我天哪，这一大堆花怎么扫？了不了，他妈明天肯定住不上了，你明天了不了。老园子去酒店吗？老园子人来。这是哪儿充电宝啊？他又没打 PK。上面有个大窗把它拉下来。重点出售 SVIP 还有 VIP 这个广告未开启。我操，这什么意思？这老魏的话，明天是有大扫把。看看啥情况吧。先把最多的扫完。看节目吧，有人是那关系。不用那样捡，你先去捡大垃圾，不用捡。对。那这烟头都要剪掉啊。大哥，那个蓝牙连在哪里呀、啊？我蓝牙已断开。没有，在上面。
他竟然在那抽烟。蓝牙已连接。超帅，孙武说是超帅，摸头杀是超帅，我的老公最棒，是我崇拜。老嫂子，先把垃圾拿来，我把大垃圾收了。啊，又到了每天最难的过一星环节。满月的行吗？我们庆祝一下吧。满月的，一个月的不容易啊，反复一个月的。我来多久了？十八号到现在多少天？想住电脑房，那我跟宇哥换一下，我去住酒店。这边。我去，哎呀，这是我的那个，那个什么。可以，带着钱包夹。啊，这凳子一收啊，嗯，凳子全摆齐呀，摆满。大家摸起来很就这样摆着，里面也可以。把红地毯也卷起来，过来不好吗？二十五天呀、啊！啊，翻查无存水有 ID， 这么久了呀，二十五天。我先干干活，干完活再过来接你们啊。这些牌子要全部扔掉吗？没有扫把吗？这怎么捡得完？有扫把，彪子不是去拿了吗？对呀，跑了太多了，我操，二百块钱住上电脑房，比昨天好太多了。主要是第一名居然选了电脑房下铺，我选了下铺。小贝便宜。对呀，跑太多了，本来是十三个人，后来他们就打小时榜了，把小时榜进来了，然后就跑了六个人，然后就剩我们七个人了。扫他自己扫，我在这蹲着呀。一个一个捡，得捡到啥时候呀？这样子。他扫了也扫这一片啊。扫到一起去呗。啊！我操，戳死我，什么东西？太幸运了，今天。睡着了吗，七五哥？等会儿这里剩下的，要不剩下的拆过歌的货收拾，太多了吧？你确定内容加
我不确定。看七七哥，剩下太多了，你等会儿，要不你等会儿再唱也行。太多了，你自己先唱三首。那你就唱就行，当我们不存在。我操！我看我还听三十个。见大妈。说完了，好像话都说完了，总是沉默对自找，眼泪是浓浓月色，感情是偏执的，越爱越是偏执的，不相信我看到的，明明说的风不够是惆怅。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，慢热的却停不了，还在沸腾着，看时光任性快跑，随意就转折，慢热的人会自我折磨，冲动的人向来听不见挽留，这世界大得让你很难不旅游，让慢让你温柔，也让你最惹人泪。可以吗？名字叫什么？牵你手，热气是牵。好好看啊，这不就是头吗？我觉得它是活的，死掉了，看吧，我也是死掉很久了。我操，好大呀！啊，羊香，啊，它的尾巴好好看啊！它的尾巴好好看啊！不是，蜻蜓好大。特别大，昨天不是说的什么吗？哇！啊！老嫂子，你看，蜻蜓，干尸蜻蜓，哎，它好好看。其实你看，它死了，死了。啊，真的好好看呀、啊！你看人老嫂子干活，你看你干活。这世界大的人，我怕我没干别的活是吧？
要先打扫完卫生才能去酒店呀。还是老伙子，老伙子干活得劲儿，还是老嫂子干活得劲儿。对。酒店火速吃烧烤，再不吃的话应该是吃不了。我感觉明天就不管了。车怎么搞呀？好累呀。下吧，我帮你洗。全抓爆吧！等，我先烧一下。大家都搁这烧。正好是在哪找到有什么搓的，谢谢小哥的野摩托。感谢小哥五百。你修球，我来扫吧。对，用小一点。长城哥，你把他们全部搞掉。我去拿个垃圾桶过来。拿个垃圾桶，拿个。我太难受了，我他妈要吃最后一顿烧烤了。我要吃最后一顿烧烤。谢谢七五哥的旅行包。五百了，我住个沟吧，我住。什么10500？轮子过半了。明天10500了，这他妈富婆呀！卡通车我出了吗？标准最高的富了。腰子超级大，我已经放弃了。我这今天要酒店了。对，因为我都不好意思这么割了。你今天你接小翅膀凑了多少？对呀、啊。接小翅膀多少？不知道呢。10000呢？10000。10000都给你凑够了，今天晚上啊，真他妈狠！一个人刷的。对对，拿个扫把，拿个。一个人刷5000，一个人刷4000。一个人刷一个手捧7000多。嗜好品真猛猛呀！今天过了吧？嗯，你说过酒店了吗？啊对啊，对啊，面哥够了今天的。明天咋能拿地方？咱们啊，你也是我组的呀？应该搜索不到吧？肯定是你们组的。今天给你们组叫人了。等着，等着，我到那个明天早上，今天晚上下播的时候我改一下名字。在上面就拿一个沙发，一个。我标题改了的不通过，老嫂子两个字好像不通过，嫂子两个字不通过。哎，之前那个大扫把扫帚呢？拿来扫扫。那不是那个谁用的吗？扫把吗？哦，这边在扫，这边去扫的。还有扫把吗？妈，怎么这是怪重啊？没有啊，他们好多人都说。走，我们上去拿，上去去拿一个那个灯回去。嗯。还没改，我哪下过都吃烧烤啊，一直都没有改。刚拿什么？我拿一个那个。慢点擦。操，这怎么都是虫子？又恶心。哎呦我操！倒了砸着我，赖你啊！不是，你敲一下吧，这样我不敢拿。等一下就跑了，这没灯光。你拿就跑。把这个挑走不能拿，三刀八斧就是。沈子涵。沈子涵跟雨神还有那个肖淑杰他们三个一起来的。白一点，白一点，白一点。白的我把这虫喷走，但是它不动了怎么办？嗯。出了。我操！咋了？乘二，这是亏了还是赚了？暴击乘二应该不亏吧？好像退钱，还有小弟弟，都是主播啊！你也是主播吗？哪人呢？脑公粉儿，脑公粉儿，满出，满出啊！两个还算满出啊？行了。等他开播传奇砍死他，真的吗？摄影哥砍死他。哦，没看见直播。沈子涵一般下播了吧？应该。操，这是谁敢拿？嗯。你一说的都是主播，我以为你是主播呢，吓我一跳。这谁敢拿呀？谁
没有，我水印哥呢。你不是名字。我说改名，但是你就是做改名。那我就每天出去上、哦，我要去给他讲。我说你还专业给人家改名啊？我说这个气球是不是要摘呀？没事，那咱们放到你明天我来收。不要拿呀。靠边放，靠边放，明天我来收。他们已经拿上去了，拿上去呗，拿上去得了，兄弟，拿上去得。来，放这里，风一吹，拿上去得。啊，打人是吧？花钱的，我知道。原先他们找那个260的那个是不是改名卡、啊？来是吧？那你怎么，那你怎么连拖那个啥，那扫回去了？等一下，你用那边就行了。等一下，手再剪一下吧。嗯，你拿那筷子，拿那筷子把脚的剪一剪。笑死了！妈的，这也太多垃圾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他不是说放这儿，明天他来打扫吗？怎么可能？他是睡灯那两个灯，他们放的。哦。你在笑什么？是我们的卫生区啊。陈哥说，谁放的谁来打扫？太对了。把五毒叫过来。太对。去哪儿？啊？边上没几个了，你去捡一下。好，我去捡。边上小的就剪一剪，找不到了。我操！爆炸啦！扫地有没有扫到一张纸啊？没有，在这里面找，他垃圾都丢这里在，这里面没有就没有。又把纸掉了。哎呀，这里没有就没有了。垃圾都在这里，不在没掉到这个区域来。
小的家。怎么办？这小的怎么剪了？一个菲菲就是一鸡菜，然后三个鸡分头的话，一个素菜，工资卡又毁了。我操，这是周一吗？完蛋了，毁了个币的，我没截图。少了还吃不上肉，怎么回事？截图棒，不用上标了。哎呀，啊，你明天中午看看我，可以吗？明天下午不然我怕我截图周棒。啊，热死我了。对啊，人多 so 的快，搞完了，对呀、啊。那墙都动不了，太干净，太多了。差不多就行了，差不多就啊，就把那里扫，差不多就行。永久改名，我看。嗯。那有爱人呢？走了，打扫卫生，把人给打走了。放这里啊，五千了，我觉得你不能这样子啊。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你们怎么回事啊？就是那种很老很老的房子。那不就算了，我都不如你。一定要来哦，你们喜欢我。好嘞，不行了，我扫了一身汗出来。欢迎大炮，我扫了一身汗。明天的话有多余的时间再来听，累了。好，来进去。谢谢山淼的山水。热死我了，看，看给我出一身。我他妈我还这么多东西。是啊，我大爷的两个山水出光，谢谢。已经打扫的可以了。我有东西。小宁旭，还有多余的手吗？把这个收上去呗。妈呀，来东西太多了，热死我了。这个蚊子咬死了。还有人吗？有蚊子咬我胸口。热死我了！哦，凤凰什么呀？放凤凰拉票是吧？看不到任何人进来，你知道吧？那还需要帮呀？需要帮什么呀？外面改名和中奖。嗯，先把我的300块收起来。好久没见到钱了。死我了，凤凰需要面子啊，需要感谢是吧？凤凰他们让我来帮你，谢谢啊。
需要我们演戏是吗？用吗？不稳吗？这一点根本不稳。第一把是这个状态。这是给大家带来更多的。我看看大风同学哪去的啊？没毛病。话说明天的 VIP 没有一个人解锁，我操！明天都全自己挑战。啊。这么久啊，我谢谢柔情对好风光的三个关注。太累了，不行，我休息会儿，同学们。谢谢好风光的三个。你这样放冰箱里还放不进去？再见，我今天还没用呢。什么样子给我解锁一下 VIP？ 你有个超级 VIP， 已经安排了两个超级 VIP， 一个是这个，哦，还有超级 VIP。这个是两个超级 VIP。好难说。无奈哥，你这是在挂着吗？今晚酒店吗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今晚酒店。你没有挂着，我以为你在那挂着。欢迎我绝情小小好哥哥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唱啊？你眉头跑红。啊？眉头跑红。我笑死了，快嘎了。有狗呢，比我还上当，这也没钱呢。就想看着我，不敢说一句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那你多出来和我说话就可以了，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关系的。重在陪伴，好吗？你不要每天就只挂在这儿，我真的以为你就是在后台挂着我。我建议你现在立刻挂着。尤其还不说话，主打陪伴。所以主打陪伴，要辛苦一下你的两根指头，要多扣弹幕。神仙一起。昨天才亮。一直都在。好好好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你看了跟他把视频都看了。全是主打陪伴，就是你要学习一下魏建蓝山出，他真的每天扣弹幕扣到起飞，然后就我就感觉我直播间有人和我说话，没事没事，那大家就都来陪伴，这样的我直播间人才说话的人才。早点休息，对的对的。没事，你都下来。欢迎我夏花哥。一个是老店，这两个熬的确实好吃。看我拿这个，别的快熬死。是。这个很好吃。辣条吗？嗯，这个很好吃。对的，对的。确实。那个卧蚕熬的，我去！你天天敷脸，你妆也不化了是吧？我不化了，我还化它干嘛？大家说我化了和不化没有区别，我索性就不化。没什么区别。真没区别。卧蚕，你看卧蚕。不是真没区别吗？这么大，我化了妆和不化妆，真没区别。多少夸我两句。感觉你熬得太狠。本来就是嘛，每天喷的水都是。熬得太狠，这个年代吓死人。你等我回学校缓两天，我再回来，回来我绝对不是这样。你什么时候回学校？我就是。13号，我13号晚，13号走。今天多少号？今天12号，这不已经过了12点？然后你13号就走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16号结束。你买什么东西啊？那你为什么13号走的？我要和我舍友玩呀。什么玩了？不是，他们就待这几天，他们16号买机票就走了，
哦，你十三号，你就是十三号回去，然后晚点点，十六号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嘛，就三天了，然后只有十六号，十六号，对对对，十六号、十五号我们学校两天。我跟你说，这三天的话，你就拉了跟又成一个白纸一样。那不行，我得回去毕业呢。那没办法，你说你晚点回，那你就直播间就跟白纸，又跟刚才一样。周一了，哎呀。没有危言耸听，真是这样。太热了，玩两天吧。理你理你，杰哥，理你理你。我刚才不是回你了吗？近三十天，多好看，清流。我今天晚上住酒店，学校还能开吗？不回学校，我就先忙学校的事儿，我就且不开播。大学有饭伙饭的，小伙没有上过大学，理解一下，有饭伙饭吗？因为再也见不到了。我们好多大学同学在一起四年，分毕业后，有的人到现在一面都没见过，有的个别几个才会聚一聚，所以还是差不多都要聚一聚的，必须要聚一聚。同学聚会是吧？对，从大的聚到小的，一个班的聚到一个组的，再聚到一个小宿舍的，然后还有关系差不多好的。这样子吧。嗯，就差不多十六号他们走了，他们十六号买机票走了。毕业聚会有这种事？没读过书，我不知道你们。可能八成的人一辈子都不会见到。嗯，对，是这样子的。我们都在山，我们都是山西的，但是每个暑假每个寒假从来没有见过面。他们说一个宿舍没见过。咩咩可以毕业了，贝贝也毕业吧。咩咩回去的话就很难。我再回来嘛，我不就会去毕个业吗？你再来的话，你就相当于是从零开始，你要接受这个现实。别到这儿哭啼，不哭，肯定的。贝贝的话还毕业不了，他还得继续学习。贝贝还不行，还毕业不了。这里只有一个人能毕业，那就是老袁的可以毕业，所有人都毕业不了。不要问我为什么，除了老袁的可以毕业，没有一个人能毕业。对的对的，是我经常喝酒，我最爱喝酒，有啤酒喝酒。光什么毕业你能喝多少酒啊？不能喝多少酒啊？能一直喝。吹牛吧。真的，能一直喝。等哪天我放纵一下的话，陪你们喝，往你们全喝趴下。陪我们喝还是我们陪你喝呀？我一个人都能把你干掉。绝对不拉撒。真的。陪你们喝多少？我呢，在哪儿呀？那白色的盒子在那里。我没想到的，其实我没看到。两瓶。你没对过吗？桌子上面没有，喝白的你还是，我让你那个绝对不拉撒，桑葚酒，来啊，喝白的呀，来啊，自己酿的吗？自己酿的，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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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杯白的，那叫什么？你能不能喝？来来来，让老三扇子喝，老三子可能喝，就是让老三子喝，就必须得喝住。吹牛皮，心理素质这块老爷子确实是最好。老爷子他综合能力是很强的，知道吧？综合能力很强，他饿不死。他在哪都可以一样的，他得把漂亮姐妹介绍给你们，你们真是一个也不放过呀，啥也不是。大哥爱喝酒，随便秒杀一切，因为把老三子灌醉了，灌个毛啊不灌。我最讨厌女孩子喝醉，最讨厌。欢迎分清啊。你还是喝醉了，我没有喝醉过，我没怎么喝过酒。你没怎么喝酒？你在喝啥？你在补啊？你在喝多少？我喝这么一小杯，我觉得晕了。啤酒。啤酒。一小杯你就晕了？那你。独立感觉喝啤酒还可以。为什么感觉我喝啤酒还可以？那我搭理你，金哎，你念彩晨，你改名字了。还有多少鱼翅啊？四百一次呢？你大概没有，我哪里没搭理你？看看我在干嘛呢？另一个号，给我办个卡。白猫就喝了一瓶就狂吐。先我办个卡。白猫太菜了。啊，办个卡，办个卡，快点！要挂我个牌，快点！我还能多一个牌。你拿着两个号啊？那个号是你的大号还是小号？嗯。这个号也得卡个牌，那是张人。刚刚的是
这个号不会是专打白嫖的号吧？杨总啊，下次见。下次现在心情好吗？下次小上回来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以后注意身体，身体第一。谢谢你，身体第一啊。杨总了，杨总走了。明天，在磨叽。46斤是白嫖。哦，这样子呀，这样子呀。阿姨，我问一下，你什么东西啊？老乡子好八卦呀！我也好八卦呀！哦，谢谢，谢谢我。那就直接叫金 A 哥吧，那就谢谢我金 A 哥的办卡啊！妈的，搞得老子难看。办卡。潘墩墩。墩墩，我们的一心一个飞机都没有，我们先凑第一个吧。怎么不能行？可以可以。一天上一彩城的什么玩意儿呀、啊！我操！什么玩意儿、啊？你等一下 ，WiFi，WiFi， 看啥呢？看啥呢？忘了明天要来的。谁来的？我操！很那个啥，看完就会我操的那跟大可爱一样的感觉，了解了，明白了。聚拢，不要聚拢了，我都没多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被主播和观众闹了？啥意思？啥意思？为什么？就跟大可爱。那我再问你。我带了。那个号你干嘛？你是拿那个号干坏事儿了？我操，一手就出来呀！大家喜欢这个，确切的，你带这个了？不是这个。好白啊，一手就出啊！我们小花这真白、啊。那再来几手呀？嗯。等爵位过期再上。啊！你还给我开的伯爵呢？哼、嗯！说好的给我开的伯爵呢？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关系的。怎么整不稳呀、啊？这玩意儿。哦，明白了。你记得来我这儿看过局、哦。太考验心态了，我这怎么越来越卷？替我讲，我也想吃。给你拿着人住个酒店呢。太难了。哎，就这样吧，我去。江湖，你怎么又换衣服来了呗？那个穿的太那个连体的。我也睡得香啊。我也想住酒店啊。对一个房。怎么断了呀？这个。一万零五百啊。斌哥。扫卫生在蹲着。放弃了是吧？等一下啊。牛皮，确实牛皮，差8000，直接打你了。那个号自动续费了。你开始自动续费呢。之前跟琛哥说好了，好好好，你琛哥那天等不及你了，然后就开了。说什么呢？我也想听。我呀，你们这些死三八，我也想听。什么什么？我也想听。我也想吃。别人吃谁吃不下，这样子。嗯。别人说啥你要听，别人吃谁你要吃。干嘛呢？我也想听。听不了一点，你们这么懒，我女人。山西，我不是陕西的，是山西的。我也想听，哎呀！别告诉我这是啥？我想知道，你们全都知道就好了。好改造完，完成。你看，真爽。嗯。还是六家的吧。什么什么？干嘛？你没想听啊？什么什么？没什么。猜到了我就告诉你。什么改造完？我说我在改造了就告诉你。嗯，猜一猜。我在改造我的这个支架，你知道吧？不是，改造的很轻功。不是，那是啥？不管。就不告诉我。哎呀，你刚给我说嘛，给我说。别人急的感觉好难，而且变得好难受啊。睡觉了。好好，为什么要这么白？不是靠二代，睡吧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小小。
我们去炫点。怎么他们这帮酒鬼比我酒瘾还大，我他妈拉着我喝，感觉我不喝很不合群，你懂吗？其实真的不是我想喝，他们非逼我喝。哎西，这帮女人，这帮臭女人。哎西，我看看我有多少钱，真烦。你们谁懂啊？你们懂这种被胁迫的感觉吗？他们胁迫我，他们威胁我，不，我不喝，他们不跟我玩了。我操，我还有这么多钱。谁懂啊？真的好为难呀。宵夜不吃。给我有钱，差多少？我请我姐妹喝个酒怎么了？我这么多钱，差多少呀？喝了几瓶？没钱了，走开。一人一瓶。一人一瓶。两积分，不是打折吗？打不了。一人一瓶是吧？一二三，三瓶，六积分。太难了，北哥。哎呀，你请一下吧。一个大姐大，格局拉开，格局打开。没有不理你。格局打开，刚好没有一点。到六积分，一人一瓶。我咋不知道的呀？你肯定知道呀。格局打开。不现实的吗？好不好？请他们喝的，没钱了，请你们一人喝一瓶，起来我没了，我不吃宵夜。我觉得我现在要格局打开，不用掏钱了，我也有钱了。明天你请，没事，明天你请，我已经买了，我就剩一分了。追风哥，谢我。全场鹅公子买单，我把分放回去丢了。谁懂啊？我真的不想喝，妈的，我不想喝，我还得请他们喝，我操嘞！都被你喝好了，我靠！你们还要吃吗？坐哪喝呀？他热了以后在这里。不好，说了不好，不好。小哥牛逼，小哥有量，小哥歪歪。给你啊，宝贝，我们能挪一个位置吗？你想在这喝一个。小哥牛逼，小哥。好评。不和我们这个打几分？你不和我们打几分？啥？会。那不是要叫一下？怎么了？主要看不懂，就是一个变形记，女主播的变形记。啥？我也要听！哎，给我讲讲。小哥的彩虹屁，你真八卦。哎，快给我说。喝点酒。我觉得可以试一下。吃了这么多年的苦了，我建议可以试一下，建议一下。小北，要亲一下小北。还有我。还有我这个游戏，哇，那真有。你想不想升级超级 VIP 你就告诉我。简称贝贝受难记，贝贝变形记。追风哥的山水之风。追风哥的山水之风。谢谢梦辰的钻粉飞机。怎么都有，我什么也没有。追风哥，我已经安钻粉飞机。什么玩意儿？是梦辰？什么臭三八的我飞机啊？我怎么没有啊？这话该死。酒呢？你每次在我这里跟我接不接，然后到最后都不来了。要吃苦吗？我们只是素素的酒友，我发现了。素素酒友要喝酒的时候，他想起来我们。哎，素素感情淡了，改天晚上我泡好多酒。来下酒菜。毛豆，你把这个往后一点。啊，好。
不怕把菜那个那也被那只大哥吹两下。有那个吗？大哥请大哥请啊！谢谢 Vicky， 感谢 Vicky 的钻头飞机，晚安钻头飞机，感谢。为什么要让人家老？我这个酒突然喝不下去了，你们喝行了吗？我跟你说，就跟大学一样，没有人吗？这干嘛呢？我也要。VIP 呢？这超级和超级 VIP 嘛？行不行？什么行？完了，我真的，为什么要问我要飞机？啊，那么久没有大哥来了。来，小叶吗？对，谁吃？你可以随便吃啊，你当然吃啊，你可以啊，我没有吃啊，没有吃啊，我跟你说，现在。全是悄悄话，什么都悄悄话。你家里头发，你要这里啊？你要搞点吗？他整节目，他换个球。我们都花出去了。没事，你一瓶肯定不够啊。哦。先走了，有面。还有别的？有面，有面。先走，你先走。我能喝吗？买的，我们拿积分买的。你有钱吗？几个积分啊？两积分一瓶，两积分一瓶。对呀。现收可以吗？我操！那你得问于总呀，你问于总，问于总。我想喝啤酒。快起来，没钱，你把我半个位置占了。这一瓶。就是啊，你把半个位置占了。平民，快走。小画家。我操！上没钱，赶快走开。上嘴脸了，好爽呀！上嘴脸。鲜肉的山水春房，富婆飘了。到几点没多干净。宇哥，我要没钱了，别在这来啊！就是来水村，两份一瓶。没钱了，上新的厂。对，没。宇哥，穷人快走。于老婆请我喝啤酒，学会我师傅的嘴脸了，来喝一点。你看见没有？我让于老婆请我喝啤酒，喝到几点？蟹肉的两个山水厨房，没多久，然后就喝一个瓶啦。你蟹肉的三个山水厨房，我多，还是一位，先走。宵夜还有，还有我们的，那我也要喝，那你也请我。一起喝点吧，因为你请他了，你也得请我。对，没有师叔，女孩子多就是这样的。几位？还有谁呢？多一点吧。然后坐这吧。蟹肉三扇厨房。那你过来吧，我哥吗？姑姑也要喝点呀。今天喝的我吃不了夜宵，只能喝，真的是很难受啊。我这里不消的嘴，这里有山，要不然今晚破个戒。太真实了。我可以，会不会有点吵？太真实了，会有点吵。好多妹妹，好多妹妹，对，就是。王哥，明天早上飞机过来了。王哥，明天飞机过来了。我好烦呀！我觉得是毛豆。王哥在武汉吗？习惯了，买不买啊？这什么？梦辰哥大气，梦辰哥弄了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梦辰哥，看一看有没有？为什么我这里脱掉了呀？怎么回事？来拿手机了，彪子拿手机了，宝宝，出去了，拿手机了呀？彪子要消费了，不买你下，不买你下去一点，这飞机十个，哎呀，我操，哇塞，啊，是我师叔你来帮我。哎，有没有纸啊？那边怎么还拿杯子喝呀？谢谢，之前没有看过啊。谢谢梦辰哥，梦辰哥人狠话不多，感谢梦辰哥单纯。还没有杯子了，没有。喝的比较久。还有杯子吗？还有没有杯子？那直接拿瓶儿喝呗。小梦仙超级 VIP 啊！小梦仙 VIP。VIP 还没升级呢，别着急。贝贝超级 VIP。魔棒侠。还有我的姑姑超级杯子，在哪？对，你很不合群啊！没有问过棒哥
同不同意吗？这个人的还有谁要杯子呀？尤其是我，你们写的歌曲为什么？就这边三个杯子，什么？这有七个。不是，我看到有一个人单独在一起，我觉得他很孤独，不能让他一个人在一起，因为我特别讨厌一个人，所以我就特别讨厌一个人，那种感觉被孤独了，感觉那样被孤立了，不合群，感觉很尴尬。那看到谁了？啊，小北啊，我说小北过来，小北过来。他不讨厌，就在我们今天不是男神的吗？拿瓶喝，拿杯子吧。大哥，好的。梦纯哥要吃，我想要吃龙虾。拿水，又拿水。你拿一个，你拉一下吧。是哪个？你私信我，你关注我，我回关你，然后我给你发。或者是你找你想接单，你想接单，我给你发，你好好说话。搞点龙虾给我，搞点龙虾是下一位发的，下一位好闹腾啊，就是我们好太吵了，哎，我在这里吃海南，啊，我好想吃龙虾呀，你们能把手机拿一下吗？我们这边没看啊。刚开始，你们的手机影响到他们夹菜了，你们把手机拿下来吧。我操，可以可以，等我把锅盖弄过来吧。群众怎么样？哦，这个群众这边夹的菜就是香。哎，宇哥，方哥，你就帮我加点土豆丝。你再重一点。欢迎小火球。你想吃东西，你们搞吧。贝贝，贝贝，给我加点土豆丝。好。怎么样？感觉可以吧？等一下，偷着喝，我给你倒了杯子。还有，没有杯子吗？必须不开心。那马上接过来。下酒菜，马上按输了。我去，富婆包里面货有点多呀！我的妈呀！我去！哇！谢谢富婆的火箭。要不再放一个？我操！完了完了，挨个歌了。让我们先躲一会儿，要不我们躲一会儿，躲一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再过来。给他们，他们那边没菜，没有喝酒的吗？来来来，一起喝一个。好像我们帮哥坏了坏了，我放不下。面面哥，咱们这有一个杯子，来，妹妹你那个杯子啤酒呀？这一个有。我不吃，我不吃夜宵，我只给他们喝酒，因为我不吃夜宵。妹妹，哎，吃个毛都不算夜宵吧？一个下酒菜而已。都倒好了呀！干杯干杯，谁还没倒好呀？快快快，麻溜麻溜麻溜，那我就开炫了。干了，干了干了干了。干了，快了快了快了，干了干了。有吗？你要干了吗？你要干了吗？你的酒呢？酒呢？别别别别，来随意随意。哎，这不是钱。干了干了干了呀！好，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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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了干了干了。干呗。能干吗？我们不是乐人。主要是我们要对得起。那我开始说胡话了呀！啊啊啊！是张先生的办卡。消费会使人快乐。对的。梦成哥。这个酒店是不是？你养鱼啊你？大家都没喝完。我碗都干完了。你真厉害，棒哥真萌萌啊！棒哥真萌萌，我来胡胡吃七天了，一直又拿手机了，这干啥的？又拿手机了，我的天哪！又拿手机了，不炫了这么好，那好，要不要加大力度啊？妈的，我这个筷子总是不生气了，想去夹菜去。哎呀，对对，你帮我带点东西吧。太会了，不要诱惑了。我不要诱惑了，我是在那个肖哥那里，不要诱惑了。你喂我一口吗？可以。你要吃什么？先让老板们先吃吧。对对，我们先吃点面。我们都消费快了。什么啊？没动了。坏了，怎么坏了？舔了半天，我操，没怎么动。选个礼物，够了你啊！这被子超火，这里的是吧？我去，又开始。我选超火，完了。好，练哥吗？练哥吗？我操！你还说贝贝的筷子，你真的变态呀！他的筷子，筷子，他的筷子，太屌了吧！我也不了解。欢迎学长。哦，对，对呀，你前几天不是忘来我直播间给我刷饭卡了吗？我记得前几天就才来我这边吃超火，我好想吃菜，他们都在吃啊。咖喱啤酒开。拜拜。好久没看到。你们积分给了没有？积分你忘了？那为什么呢？给了，给积分了没有？给了，我给了。没给，没给的，没给的话。我给了，我这我请了我们三个的。宇哥，有积分吗？宇哥。难道是在上一站？谢
谢张先生，小欢加谢张先生。当时在上次来的时候就已经叫了吗？不得亏啊！他要自己给你买。拿积分过来。你不让我小花生，我没分。积分给了没有？你谁呀？积分给了没有？拿积分过来。哇！积分不是已经发给你了？积分已经有。别诱惑我，我要坚持十天。我们有积分，小红不赢了。拿成快乐。对呀，我坚持十天有飞机，我今天飞了好几次，我今天第几天了？谢谢张先生，我们小花家今天很白，我们一起试试吧。你看是什么时候？就是显得突然我显得很无聊，因为我不能吃菜。为什么？你快快夹来，我帮你。哦，对对，哎呀，手好重啊！别，都怪你。为什么好菜都在你这儿？张先生重新看。如果来的时候，让他批评我要叛变了。好耶，今天晚就因为你掉了我的 VIP， 我要叛变了。我要喝醉。菜好。来，我要喝醉不归。老总，你就这样啊？慢用。还没开。我靠！我去倒点，你吃我，我给你弄点吧。太不专情了。那边有素菜。太脏了。我就给你们弄一碗，帮我查一下保元金二十一天的消费。谁懂啊？我面前放了一盆龙虾，我吃不了。帮我盛一点。再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陪我两个。我也想，我因为你要什么龙虾？是吧？你们那边就用筷子啊。我今天就想喝，我跟你说，平时我都不想喝酒，但今天我就想喝。就很累，就很热才下的。我去，你这个要炫光吗？我知道你经常喝。吃的好吃。太牛了。坚持的小龙虾蛮好的。用碗喝的话。不比烧烤酒量会大一点。这些小龙虾，哎呀，毛豆子，加点香，加点香。二个火箭，谢谢添加小标的两个火箭。什么？我操！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这，这是我的吧？你是不是呆逼呀？又不吃，你要什么碗？毛豆不要碗吗？对，我也得加油。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搞一个，炫一个。怎么没有人敬我宇哥呀？我这一个个的干。我们刚喝过了，已经喝了。宇哥，搞一个，搞一个，干一个，干一个。好，搞一个。谢谢朋友们，就一个飞机了，不亏。我去拿，我去拿。这里，这里。这边。于总来五手。你有没有经验？来五手。来，我敬宇哥一个，干了不？干了吗？那我们喝了，我们坐近的喝一点。我们，随意哦，随意。叔叔，你酒呢？干了啊。这个又干，又干，你这一碗这么大。这用干净的筷子给我们倒的菜。我想吃。韩姐，干净的，给我们倒的。嗯，我上来，我等着放开是吧？北哥不下咽吗？北哥，谎言他有新的狗了。哪里有？放哪里？是冰的吧？是。没有了，冰箱里没有了，要不然再放一点。冰点，冰点。是不是也喝？怎么回事？就要哭出来了。好像没冰的，也没看到。怎么了？没事。今天要喝醉是吧？对，那去冰点呗，我冰点呗，干嘛呀？再去冰点啤酒，怎么了？现在冰来了，把我 VIP 掉了，那风景热的好呀。为什么？太久没来了。哦 ，VIP 掉了呀？那不得走一个，走一个，走一个。我操 ，VIP 掉是二十多天都没有来消费过了。对啊。宇哥，你是进没？代表他不爱你了。就是。哥哥，你来爱我吧。开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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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心。干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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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了。老嫂子没有了吗？没酒了，还想热一下。哪里过来？这里没有。有常温的吗？不会啊。好，一个成虎而已，随便叫。我又想吃米饭。拿常温的行吗？嗯。常温的有没有？你看那里有没有？太冰了。干了啊。你为什么盯着我呀？你最喜欢养鱼了。啥？你有分就可以喝呀，你那么有钱，富婆啊！我才到的，两杯啤酒，我才到的。谢谢我老园子续杯的钻石，好，两杯啤酒，两杯。我两瓶都完了。换不换干嘛呀？我就还剩一斤杯了，我操！你不能走。啤酒没有了，只有这一罐了，还不是冰的。喝白的吗？我是不是忘记啥了？什么？你要喝白的？白的也不少了。啊！你今天把自己搞多，你要干嘛呀？现在距离还盯我，别盯我了，棒哥，你这不真该死啊！还能买几瓶？还能买一瓶？你不吃点东西的话，喝才可以到五十级哦。真的要下一点酒。还没有到五十级，棒哥，你给我刷个火箭吧，我能休息哦。在哇操！真喝白的呀。我信不来一点，我先让那个谁帮你充点，你不要跑啊！荧光棒都得升到五十级，
行，给别人空中刷超火，给我一个火箭都没有。他自闭了啊。他为啥自闭了？他经常去哪？不会，荧光棒都得给我送到自己。啊，没有说话，我不会说。小白，小白的，他们都他们以为如果卡弹幕了，要跟我讲哦。啊，你给我刷一个火箭吧，我就哐哐陪，哐哐，因为我吃不了东西，我就喝不下去，你知道吧？你刷个火箭，我就开始吃了，让我吃痛快点。然后我还能再拿一瓶酒，不然我没酒喝了。主要我喝这么慢，因为我就一瓶酒，不能喝第二瓶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想要负责大家的地址，可以，表面上是给大家发福利金东西，喝白的，平时逢年过节给你们寄点礼物，更多的是为了方便我追踪你们。来，喝的举手。棒哥，还有谁？白的。有没有喝白的？我去，还有喝白的。大可爱，大可爱不是喝白的吗？我操，危险一次，不喝白的吧？我来了，啤酒没有了。你喝不喝？白的，我去。不至于，搞杯吧。他们喝点啤酒，素素素不是能喝什么？现在一说白的，一个都不说话了。我喝，一个火箭一杯，我喝，喝死他妈的！哎，武汉夏哥不是也能喝点吗？不好，武汉夏哥，帮减肥。武汉夏哥，武汉夏哥人家不醉不醉，能喝点吗？谢谢，白的，你有啊？白的，有个人喝点白的，可不，半杯，半杯，有啊，不会。贝贝喝点小半杯，拿过来看一下。好酒一瓶的话几千块，你喝能喝就赚了，只要一瓶几千块，拿过来。贝贝喝不喝？我没喝过，有没有味道？那你别喝了，就是跟伏特加一样。No， 白酒很辣。有没纸？有没纸？21天的有效期，我白的喝不了，我一喝你们男的都得想。哎呦，好好吃！为什么你要干嘛？对对对，我带，特别好吃。第一次吃这个东西，能喝多少？你这样喝吗？干嘛呀？我喝白酒容易发热，太冷了，太冷了。21天，主要是今天好累，还想喝点酒，把我送掉了吧。他不喝也爱搬，这个好好吃。这个藕，这个带点回去呗。喝过吧，女主播等你。我就在你那买的。这个是我们这边的特产。为什么没有好吃的？我不让你们这边的藕汤。我说他别喝。藕汤藕带。小藕。贝贝，你别喝，喝什么喝啊？喝啤酒得了，别喝。开车吗？现在。好。看我干嘛？那不吃菜，光喝酒。我要吃点菜。怎么刚刚过瘾？怎么摆烂？我两碗都喝完了。不是我没吃夜宵，我吃不动，我喝不动。我们都没喝酒。我们一直在吃毛豆。我这是忘记了。我们也喝一杯，还有谁？贝贝要不要？给我来一杯。贝贝不喝，贝贝不喝。别让他喝，他没喝过。对呀，找了一瓶那个。你不喝吧？我抿口你的，来你。还喝吗？他抿口我的。什么味道？他那也掉了。你就给我倒一杯就得了，他喝完了。周年的酒。我操，都喝白酒啊！这是宇哥的那个周年的酒吗？这个酒是不是可以点燃呀？你可以少喝。你死不死啊？我没喝过白。喝四分之一可以试。我喝过红的，反正很辣。反正很辣，喝不下去。你喝不喝？我不能走，不喝白了。我是不是酒量这么差呀？半杯啊，那他妈我也倒半杯，你倒那么满。我酒量很差。半杯，这杯子太大了。我喝醉了，你把我扛回去啊。啊。睡着一点。我今天可能要扛两个人。你要扛谁啊？素素要扛来的呀。姑姑不喝，姑姑不喝。我今天要扛两个人。别在我直播间抽圈。我就喝一点，就喝两口尝一下。我没喝过，算了算了，我就抿一口尝一下味道吧。晚上一起洗澡。啊。啊。有可能是纯听过。算了，不想喝了。妈，我都不吃饭，我喝它干嘛？别作死了。好没。在上班，好像有。然后别在我直播间。你别喝了，别喝了，身体不好。我这里看不到。他今天就想求罪，你为什么不让？但是那个在我直播间一发出来，就想求罪。反正我想抱着武汉肖哥，我操，好睡一觉啊。武汉肖哥自己懂点事啊，别有的这那。武汉肖哥要不快点？我要一起洗澡。不是，怎么有人猫我直播间盯着呀？担心就说嘛。那个木香，木哥，旁敲侧击呢。我不会招一下。还忙不好。来了，我能喝啤酒，我喝不了白酒。没啤酒了。什么？你喝了要发福？没啤的了。我喝不了白酒。特别开心。我有两罐啤酒了。放心。欢迎一位。小何就是保安，守护贝贝平安。我有两罐啤酒呢，来一个。
他妈的还蛮顺口。我干了你们和白。完了，贝贝，贝贝，贝贝，我的手不自觉挑了个藕带，算了，给你。你吃呀，你放到我这什么意思啊？黑皮的那个藕带可以，吃了一口就有第二口，吃了一口就有第二口。可以喂吧？当特邀嘉宾。番禺能吃，能吃，真的。我要将减肥进行到底。你别喝了，吃不好受。哎呀，好多蚊子！哎呀，那也不能那样呀。我哥发的白酒，同学都不知道我的。我靠，有点晕了。哎，宇哥，宇哥，碰一下。这，就哎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老宇，老宇，还有我。酒好喝吗？干杯！啊，干杯！我只能喝啤酒。下次再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入口油。我酒量，我酒量大。我连红酒都不会喝。嗯。我操，这个酒确实有点。哎，我的酒品品。我就喝不惯了，好喝吗？喝完了，就是酱还没喝呢。喝这话好像说半个月前，我喝了两杯，你太他妈冤枉我了！是高粱酒，我没有吃夜宵，我这些天一直都没有吃夜宵，一口都没吃。我今天就一直吃毛豆，毛豆不算夜宵吧？毛豆是为了下个啤酒，香香香香香。我连旁边那个藕带我都没吃，对，我操，我已经坚持好多天了，我在这盯着这个虾，我一口没吃，真的不能冤枉我，我可真没吃。贝贝一直在骗我，让我吃，我哪能骗你？那就诱惑我让我吃。吃一个没什么的，吃了一个就有第二个。长在那个，我监督你人偶的店面上面，监督不了一点，很香，有的。啊，你鬼，你看他真坏啊！太支配人了。那藕片我摘过。谁支配谁啦？你坐船，他那个枪口飞的，他会酒印，他那个酒印度还是很高的，下去之后在胃里面。你拿了吗？我尝一下呢，你别尝。好爷，我喝抿一下下。我是喝酒上头快，醒得快。哎呀呀！啊，我喝的有点那种瀑布的，你让我缓个一二十分钟，我就醒了。真辣呀！也就是说，我可以。白酒第一口都好难喝呀，一直喝，没有酒，有点像伏特加。欢迎小兄弟。但是你要知道这酒多辣。但是我感觉有点酱香型。一直喝。好辣呀！第一口好辣呀！一万吃了多少呀？还是吃毛豆吧。我干了，你可以。干了。嗯，这么点儿干了能有什么事儿呀？你人也诚意都没有，怎么拿那么点儿？多倒点儿。完了，你看我的，就有点霸道了。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！老山拿了这么一点点。我被点名了，我被谁点名了？我干了。什么玩意儿啊？小姐，嗯，晚上。没见着是吧？你懂的。嗯，主要今天是那个什么，主要今天是我们满月，可以少喝一点。哇，不是点名了，能这么花吗？不仅仅是洗澡，好。这个今天晚上我们有三个人洗澡，还有人加班是吧？今天你我上白的，我们想试一下，没姑娘过白的。哦，有一个被伏特加，我喝过，喝过一点点，十分钟够了。我醒酒醒的超级快，我醒酒只需要中间不喝。好。拿回你杯子，我操，妈这个杯子喝接不了，接不了，接不了，接不了。喝吗？喝吗？这个杯子有点太大，这杯子太大了。没有。来搞搞。这我带你喝完一杯，真好吃。欢迎我陈哥。你给你讲，酒搞完了吗？搞完了，喝完了。加点呢，加点。啊？酒嘞，酒嘞。太大了。这是什么？搞完了。就喝了，我肚子好撑啊！我现在衣服，我现在我的。我替我文哥给你喝一口。啊？替文哥给你喝。为什么？文哥是我哥，文哥是文哥，文哥是我哥。啊，没听到没听到，哦，好久没人叫我鹅宝了，除了川哥叫我鹅宝，没人叫鹅宝。少喝点，鹅宝，他们叫鹅宝。川哥，你怎么还没有水？没事没事，有火。特香。给火箭喝一点。这杯子太大了，不想给火箭喝。妈的，我拿啤酒加白酒，这不是坏宝宝了？你给火箭来两口。给小白喝一点。宝，你把那个奶茶拿出来噻。在那儿。在那儿你看嘛，那没插吸管，那个是新的。啊，你去拿一下。怎么你喝多了吗？喝多了，快去嘛！你再撒一下胶吗？我听一下，我想听夹子音。你他妈的！操！我去给他拿。我是才讲过。好多少钱的？跟半个肩。杯子太大了，我以为是那种白酒小杯子啊。他们怎么拿这种杯子啊？这种杯子谁喝呀？
我傻了是不是？样样精通，会唱歌，会弹琴，会弹吉他，会跳舞，会吹牛逼，会喝不了，喝不了，喝不了。这还有什么其他的？这个女人她又不吃菜，她居然要喝奶茶，你压白酒，压白酒，我问你，那我还不如吃菜呢。对呀。你都喝了这个，样样你还吃？样样不行，样样不行。没喝过白酒。你们还要买吗？有没有积分了？你们什么都会一点，就样样。还要买啊？棒哥说他请客。我陈哥，我是哥是。棒哥请了我一个火箭。我买。喝不了。火箭会小心。有啥？没有那个，我应该有。没有喝的了。给你喝我的啤酒。来，再给我整点虾。没有啊。给，我还不知道啊。帮我整点虾子。没冰的找一下呀，主要是没吃东西，就有点儿。我先吃了，等一下我要去上厕所。胃里空的，有点难受。没得。要的。嗯嗯。哎呀，天哪！我真的好想换呢。兄弟们，我的裤子，现在我的一只手指头都伸不进去。我是狗，慢，就全都撑。这58度，我操！谢谢，欢迎我秀秀秀秀。哎呦，秀秀，你昨天在干嘛呀？开冰冷气了。没有啊，857。我多了。你打这个干嘛？这是。哦，我今天穿的。欢迎小孩子。你会减肥吗？大鹅，我们这样不同，我们是线下联谊。你要啥？我们是线下联谊。这个头怎么不扔掉啊？还没到搬家时间。啊！筷子没了。小红，给我拿上筷子。那个，小红，给我拿上筷子。怎么样？我也想喊小红。我问我家的水友，不行，我说怎么了，小红？我说我问你啊，我说我唱这么大的杯子，我说的是那种，人家怎么回吗？谢谢，我说的是那种。我说的是那种好听，可白酒杯，有火箭杯，那还可以。这个杯子我操，谢谢羞羞羞的小画家，开心吧？气氛好就可以了，没必要说前面那一句话。好听肯定是不存在的呀。谢谢我羞羞羞，谢谢我羞羞的小画家。哎，爷们，这小画家还挺白的。我们这有20多个女主播，全都是女主播。你看这手机架到了，看到没？哎呀，20个女主播，这吃不了几顿了。哎呀，老三子牛啊！你竟然还喝？谢谢我秀秀秀的小画家。我喝不了一点。我操！那个贝贝的头。我真喝不了一点。我真喝不了。没有没有。我以为是白酒的杯子，一火箭一杯。这个杯子一火箭不杯。哇，这白酒真的不缺黑。他们哥哥一手一个，你问这么多，一手一个，可白。珊珊喝白酒啊，老三子。然后刚刚那个鱼鱼一手10块出了个瓶来。喝不了一点，喝不了一点。怎么样？喝不了一点，我刚才也尝了一下。酒是粮食，心越喝越年轻。这个酒我真喝不了一点。太臭了，欢迎稳善。真好。我这火箭，这一杯真不行。你是真能。小白也想喝。我真喝不了，喝不了。来，珊珊。随意啊，随意啊。以后你这边你们谁最能喝啊？嗯，不然不知道，我没有，我怎么针对你？好久没有看到黄岩哥了，是的。干杯！少喝点啊，白酒上头，慢点喝。啊，好。明天搬水箱过来吧，姐。你只扫我，只上号。杨宝，你真要换啊？别呀，老哥。来，宝哥，我那个，我都没有拿着手机可以上那个号了。上的号？我哪有？嗯，文科吧。我跟黄岩不能亏，不能亏。先打个比方的办卡。我跟黄岩在就大卡能喝几个人？张嘴，我这个名字才搞笑。人多吃嘛嘛香，开心就重要。我已经好久没喝酒了，我酒量已经不行。谢谢打个比方的办卡。老陈哥，别换了，老陈哥，别！我已经很久没有喝醉过了，不能喝醉。我自从浩克那次婚礼之后，我就说自己不能再喝醉了。你上次喝醉怎么样？干嘛了？摔了一腿，然后两个腿全烂了，断片了。我刚刚说然后我带大哥们去那个 KTV 里面，我给他们点妹妹，我说你们坐。哎呀，我天，我操，太搞笑了，他妈扯死了！我跟你讲，怎么没人给你拍下来？为什么你们天天尴尬？你们应该耳朵出现点问题了。姐妹们，要是你们耳朵出现问题，我还说这瓶不行，换一瓶。然后大哥们坐那儿，我给他们点。我去，我去，想想就尴尬。说实话，宇哥在的话开心点的。别走了，宇哥。走够吧，走不走？走够一点，走不了一点。我操，追风的什么开工去了，我操！告诉我。
你太贴心了，我太贴心了，我跟黑皮在一个网管开个公爵，可恶，真的我不知道，我喝多了，我不知道，聂哥。老师那天我坐了姑姑的车，姑姑那天我是已经喝多了，浩克结婚那天我坐你车的时候，应该那个时候已经多了。我没喝多呀，为什么感觉？我说我。你喝的，你那天不是一般的多？啊，喝了好多呀。你那天喝多了，就整个人都已经开始在有一点就是射牛了，知道吗？射牛。我给大哥大哥们点妹妹，这不是牛吗？我操！好想看一眼。黄爷，你这么忙吗？你怎么这么忙啊？给你吃点东西吧，我给你挑点。看什么？我不做。挑点菜。这是你的碗吗？这是你的碗吗？嗯。挑点菜去。我感觉你已经多了。你喜欢吃什么？鸡翅吃吗？为什么傻咪咪怎么又成了鸡翅来了？你脸都红了，脖子都红了。把鸡翅没有了。嗯。是谁的位置？我家也有。你坐呀，你过来，你在我这边坐吧。哦，这个妹妹，还有过来的时候话挺多，过来时候发现她话挺少，不说话。我把东阳竖了，竖子挺温柔的。我操，战斗力太强了。温柔陷阱。陈哥，你要让我看什么？你是不是和你玩的呢？苏苏今天没喝，苏苏。他喝啤酒。喝酒去了。好的。酒量可以啊。好久不见。谁呀？你今晚上不是喝了？然后跟我瞎说。那你为什么不说我酒量可以啊？因为他老是喝。我尖儿啊！那你再你喝酒要啥都圆咪咪，不傻不傻，一点都不傻。哪里傻了？我这一瓶啊。不傻不傻，你喝的不是？我觉得这个没了。那你在哪？喝点行。欢迎我追梦哥。喝点舒服，睡觉。要钱？来，喝点私房。不光喝啥。他不是要请我吗？我操，那你不得叫我叫母后？滚啊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看别人来了，喝不了。干了，喝，随意随意。别，老早子我就服你。太多了，别人好吃。我喝不了，我卖酒了。哎，谁啤酒的？这儿，我。来，记得吗？你欠着行不行？欠着你啊！你走在这什么都行李箱里，你总要欠着你啊！他不欠着，我有。欠着你啊！观察力也不够。有没有人给我装两个飞机的，然后可以有时间？一个火箭一瓶。游戏还过了免提的，一个火箭不就好了？什么观察力？第一次了，有新的都加了。买多我就打折。这个怎么有股那个轿子味儿？我想再整一点，是吧？自己那种蟹发酵的那种味道。虽然他有时候都发酵出来，但是他这个这个是有几种。我现在想吃东西已经没有东西了。太厉害了！我能吃好多好多积分，我不傻，哎呀，我还能喝很多，我太多积分了。我现在想，我现在想吃了没有菜了？有菜，吃点那个藕带，热量应该不高。你游戏是两积分，你是五积分才能买一瓶的。我现在给你两，我就给你四瓶赚麻的东西。好，谢谢。我光了，我吃过光了，没有了。妈了个巴子，李贝贝，一盆一盆的，也有两斤一盆的，它大盆小盆不一样，按斤称。气死我了！妈的，骗着我吃了一口藕带，我他妈刚塞嘴里，哎呀，破功了，破功了！气得我吐出来了。我没吃啊，我一口都没吃，还是挺清醒的嘛，还可以再喝。我说我好清醒啊！我派苏苏过来跟你喝，我喝了两口，你说我好清醒。你喝的白的，没吃，吐出来了。都反悔了，这真的，哎呦！在这呢，我靠，吃了吃了，你给我吃了。我操！我用嘴给你剥个小龙虾，要不要？我靠，不会是苏苏你请我们喝的吧？真的是姐妹情深呀，苏苏！谢苏苏的啤酒，谢苏姐。不是两火箭拿了几瓶儿？四瓶，真贵，真贵呀！直接接单，一手百连。是这么黑？山水，你喝一杯。因为刚好来不及，所以我们就买瓶儿。这天家小标又送。可以，接，球球接。
姐喝酒了呀，当然姐喝酒了，姐姐啤酒那个怎么刷，我把这个百联，就百联，如果出山水就一杯，如果出平蓝一瓶。他们开始接喝酒了，认识不，我就白认识，太可怕了，看谁懂了，还有充电宝吗？什么懂？那我就给你拿啤酒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不懂。你是谁？小棒棒，小棒棒，棒棒，变成小棒棒，换个名字，大棒。我操！大棒，换我就干了。大棒，爱干不干，你别干了，真的是。大棒哥，大棒哥，大棒哥，啊，干！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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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，大棒棒大棒棒。谢谢我秋秋的百联山水醋丸。我没喝了，秋秋再来一首，不要吃青柠。有呀，干了呗，多少？我还有，我剩下这么一点儿。干了，你喝了呀？你全喝了呀？干了呀！等会儿我先喝啤，我先喝杯啤酒。哈，那我也把它。这杯面再给。你不是有现金吗？拿出一百块砸他。哇，我操！我棒哥是会被一百块现金所啊，能砸得动吗？一百块能砸得动他？一百块能砸得动他？这可是现金啊，砸不了一点。我胖了。谁要？谁要？要不要？好，拿人钱哥吃了。不喝了。这个豆子很好吃。喝酒了，行，那你快睡吧，那你快睡吧。虾都吃完了是不是啊？没有没有。这个点白喝白的，我感觉能帮你问一点。哎，儿子，还没冷红啊？方哥有八条幺七幺六啊。发财了吧？什么东西啊？干啥呢，老爷子？掺着喝，装什么逼啊！你说喝完了，谢谢秋秋的百联。刷少了，干啥呀？这是刷少了，刷少了。不，棒哥，别刷了。秋秋，再来一首百联。别刷，我就在这千年了。给我个机会喝五瓶呗，我都学会了。喝酒了没有？今天没有。那还好，算冲的。肖哥，应该从这里割一遍。他下播了，他没有播，他下播了。有些条件好点，他们那个有时候的话想。下播，别嫁到，叫叫。嫁到。别人难受了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关注他，然后我们还没有再来是拜年的呀。不吃亏哥哥，我们来是拜年吧，不吃亏哥哥啊。死夹子，对吧？欢迎吴小老哥，欢迎。聊着聊，棒哥来干。应该还行。妈的，姑姑，你他妈一杯酒喝十个人是吧，姑姑？狗姑姑，小姐。说什么呢？一杯酒喝十个人，把那点喝完。我操！什么？他才喝三杯呀？喝掉。你喝了多少？我他妈还喝白酒呢！你装什么呢？快喝掉！你给我倒！我在擦肚子啊！大龙猫的还必须喝醉精啊！玩的开心，多谢棒棒！我不喝酒，我不喝酒，我一直支持。点龙虾。好的，谢谢棒哥，谢谢棒哥，谢棒哥，谢好，谢棒哥。单哥，肖哥，你有酒吗？我有啊。滚！肖哥，你的酒呢？我给你喝一个，没酒没。我靠，他们都在喝，你还想喝？一起加油！你这喝了多少呀？你他妈这一瓶打一圈人是吧？我已经喝不了，没办法，喝了也卡车了。加油吧！到底喝了没？你也喝一口就可以了。妹妹，我看他没喝。对啊，一瓶酒端一圈人。妹妹，一起加油！妹妹是最假的一个。为什么我这充了半天，我充电宝还十的电呀？夹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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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贝贝才是死鸭子，我不是，我不是啊，你不是，好软。我刚喝的，我不是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啤酒不足。干净人一口闷，好吗？你干了，你干了。哎呀，我要是个肖哥干，那我肯定要喝白的。我喝一瓶，哪的人？排队排队，他们的排队，加上去。梅梅，我加上你，咱俩套好吗？真正喝酒人吃这个，我干了。干嘛？你说什么了？方哥，方哥的眼睛，哪里有酒？这个吗？看对面吧。哎，这个吗？这个还没看。但是这个我帮买的。不带不？没有。喝完了。酒呢？他刚刚那不是酒吗？给我拿一个。好，他不用钱，他没用钱。我
对呀、啊，棒哥不用请，棒哥你请我喝一点呗。谁说的？不请。我没有分儿。不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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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请不请棒哥最好了，棒哥最帅了，棒哥真萌萌。哪里有蚊香？棒哥请我喝一杯。哪里有蚊香？要两分。那我那头高一点。强子，撑死了。姑姑去上厕所了。去漏了一眼，就是。面哥，姑姑去厕所了。我老嫂子替姑姑直播呢。没有。我操，他妈太多人了。新疆姑娘喝酒厉害。我没喝多少，我才喝多少呀？这点都不算多。真的是，这才开始。喝的不是。小北，我们上来。人家说我欺负你，对呀、啊，我们去那个我小妹姐，你一个人坐过来呀？哎，谁买酒的？谁买酒的？咪咪几个位置呗，跟妹妹聊天呢。我们不是妹妹吗？这么就是跟谁聊天呢？跟谁聊天？绝对没，我们不是人吗？我们不是人吗？什么意思你？于老公，我要喝啤酒。对的，把钱问一下。骗人！小圈圈，你开个钻粉，开个钻粉，我觉得我给你个房管。老雨，老雨啊，这样就不对了。老雨啊，小北不喝酒，他不喝酒。小北，从来不。你别让我喝了，我闻闻都晕了，还喝了。闻闻都晕了。喝点小酒，喝点小酒。好的，这里有一个喝酒的规矩。腰真废呀，胃不好，腰不好，也喝不了酒，你能干啥呀？那边澄清水。可以，那你多拿起来，我操了，差点拍他被炸了，跟我一样，感觉他喝多了一样。好，这是什么关系？我操，你旁边是什么关系啊？教你的，什么关系？那我是不是应该？你老公嘛？对呀，不能是，我是站子，要不然就给别人花了是吧？去，小黑腰子腰，小梦欣。不能比那个人。好，没有了吧？哎，为什么这个都炫光了？我喝一半。老嫂子真得劲儿。我来吧，小哥。老嫂子真得劲儿。竟然有人瞧不起我，我操！又加了。没拿话。我操！你这么劲儿，你也可以来。喝一半呗。是不是？我不能再搞了，谢谢那个。胡说八道，你在说什么猪话呢？哎呀，感觉有蚊子在咬我。怎么了？你怎么这小？你睡觉我还得啊？你怎么这小北？小什么？加了小北。那叫什么？不是北哥吗？一次性，是不是？也是。北哥，是啊，你怎么叫小？他没来过我直播间。谁啊？小北啊？嗯，刚还给我刷两火箭呢。就是气死我了！他没来过人呢，他就是小北哥。你怎么还是小文在你直播间呀？你他妈还要什么？你跟文哥说，让北哥到你直播间说话就行。是吗？那是区局上的关注。人间真实。我跟你讲，小文以前还是我市一级牌子呢。谢谢啊。为什么掉了？人家叫他不来，因为那是两年前我跟老雨做节目的时候，他就那时候天天来，因为我跟他去玩电玩，现在宣布直接看你呢，然后还挺好玩的，他就经常来打个卡，然后后面就淡了，之后就好久就没来。宣布直接对着你呢，跟6/12淡了，不是跟他啊。有点奇怪。电影个小伙子，拧不开，滚。我操！我操！你拧不开，行。你拧不开，拧不开。哎呀，什么呀？我来，怎么回事？少喝点，宇哥。干一个。干了。干了。干了。你就不来？干呀！干呀！你喝酒不行，喝水怕过谁？我跟你说，喝水很难受。我喝水比喝酒还难受呢。我去，把水给炫了，一口干光。我操！牛逼！多难，这得多渴呀！哎呀！你真单纯，我干不了。我感觉你一点都没干。我干不了。我真拧不开。他说他喝不醉。我没说，他说这才平时在哪里？平时在九江，江西，来成都，我跟来成都
喝死你，喝死你！等会儿我是先喝水还是先喝酒？我先把小哥去。哎，小哥，姑姑好像去十分钟了，我操！你喝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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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撑死了！哎，我这个充电宝好像坏了，妈的，充了十的电，一晚上我没多，别乱说。我买好，对。我去跟肖哥喝一个，回成都喝死。不是，说好干了呢。谁给你干？就你傻，小傻子，还干？干水。谢谢梦辰的办卡，感谢梦辰。太单纯了，太单纯。他不会拿我衣服砸手吧？没有，你说一下这个。梦辰哥，别，这是我的。梦辰哥，梦辰哥。我搞不了了，北哥不吃一点吗？我饿吗？吃了，我晚上吃了点多。我操，我他妈干了，我干两个了，我拿着水好意思吗？我他妈干两个了，来，于老公喝水，一个人拿着水。啤酒呗，快死了，不要喝酒。喝多的人一直从来不喝，不喝酒人。可以开吗？啤酒也不喝，我碳酸饮料都不喝。你机会没了，只喝白的。喝能喝水，喝点什么果粒橙。酸奶不喝，我一个人就喝了。我一喝碳酸饮料就胃胀。五六瓶。我说消化不喝的话，我一个人可以瘦，瘦胖。但我觉得五六瓶折酒，没有瘦胖，三个不胖。我最多怎么？你他妈真该死！你他妈真该死！我天天增肥。姐，这是我的五百大肌。你前两天，姑姑回来了，你是壮。你真该死！回来了，其实我是骨架，对你骨架大，你捏我这个水，你的骨架大，对，他其实不胖，对，真的有人替我发声了，棒哥，我胖吗？我上厕所。对啊，给直播间看我很胖。微胖，微胖。那我呢？微胖才是永远的。那我呢？那我呢？我胖胖呢？舒服吗？我问你舒服吗？啊？舒不舒服？微胖才是永远的。不是你问我是不是，不是问错人了。你能不能夹一下？你小心点啊！不夹你给我扣分了。还是棒哥有眼光。我胖。我操！我胖吗？棒哥，我胖吗？胖。我夹不到那个。妈，小文说我胖，然后你们也说我胖，对吧？好。移了个扣。我操妈的，我他说我一口奶茶，一口白酒，一口啤酒，一口水，我真的有点忙。不要，我不吃。还好吧。你就不吃，你怎么能？师傅，哎，对，干了啊！你怎么能胖得起来？干了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再差一个，过一个。喝几杯了？哎，宇哥，啊，喝了，不喝了，不喝了，有脸上脸，不喝了，哎。不喝了，不喝了，不喝了。对，劝他不喝了。哎呀，是五十。不喝了，不喝了，不喝了。我一杯就倒，我一杯就倒。这个酒还这个酒存量很久，干。嗯，真好喝，有股那个发酵的味道。你喝几杯了？两杯。大瓶。两杯。喝两杯了。三杯。三杯啊。三杯啊。那喝不了了。别给他倒了。他的酒量应该不止吧？宇哥有二两量。他不能上脸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妈的，你们今天怎么轮番灌我？我操，等会没酒了。给我拿个他没酒了，完了没分了。我查一下，后面多了。我姐妹有钱啊，哎呀，这没有他的。姐妹有钱，拿你积分消费呗。没有了，积分请他们喝酒。看一下我有多少店。没积分了吗？多少店了？我还有一分，帮哥，我下个火箭我就能喝了。叫你的水友给你刷呗。你就有水友呀？我是你水友吗？你不是吗？我跟你讲，我是肖哥的水友，是我大哥，我是肖哥的。你来是没来过我直播间？他来你们干嘛？有小文了还要小北？不行，不是我的，我操你今天两个火箭啊！那小北的量可不止如此呢，是吧，北哥哥？被他哭死。北哥，贝贝吃素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吃啥素？老雨不行了。看看老雨。贝贝，还好，还好，下喝太快了。对，拜拜，下播了，下播了。哎呀，干什么？开心，肯开心。小萌现在拿着一杯端了一晚上，我真的不想说你了。贝贝，来来来来来。操，你们去洗手间去那么长时间？我想吃口菜呀！我他妈真的好想吃口菜，我但凡吃了一口菜，我都没喝成这样。吃呀，你再不吃就没了。你他妈已经没了。我但凡喝这还有一个菜，我都不喝成这样。要不要我给你剥？我拿嘴给你剥。
好撑啊，太撑了，吃了好撑。我咽了口口水。我去拿吧，我去拿吧。来嘛来嘛，给你一个。我不是浪费，你不吃就是浪费。我不能因为一个虾破戒，我已经坚持了七天了。嘬一下嘛。哦、oh, no。还有后面我们纯吃东西，没有什么，游戏玩吗？你想玩什么？什么爆料啊，说话呀，什么什么抓到就是有点那种的东西。玩呀玩呀，你说。不，叔叔是跟你话不多，叔叔跟我们话可多了呢，是吧，叔叔？你问叔叔啊，是不是叔叔？你懂，好的，我其实话一直都不多，但是跟你们能说一点。跟我都不能说吗？凭什么跟你能说？说不了一点。你别逼他了，我都把他的话说出来了，你还要跟他说？跟我说不了一点吗？不是，只是我跟你不知道说什么。他妈太难了，是我话，我话本来就多呀。是你话多。不是，哎呦，我话多怎么了？放给我话多吗？我没有168。啊。我完全淡了淡了，真该死，感情淡了啊，感情淡了，你都不给我买酒，感觉说感情淡了，免费的，免费的，要不要？不行啊，我主打一个那个诚实，你给我刷个火箭我才能付，就是，你该消费就消费一点呗，有能力的。人家是不是火箭买的？没有喝很多，你用了呀？只是今天蛮开心的，你看了年虽然星星还没有过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开心什么。但是听到棒哥说我喝了，他给我过一星就很开心了。突然，我啥时候说？是怎么说嘞？这么忘了吗？你喝多了呀，棒哥。我操！我喝多了我就会说，我喝多了，我喝多了我会跟你说，我会说过五星，会怎么会过一星呢？真的假的？快把喝多的五星两万六，你瞧不起我吗？别说了，哥，成哥在不在？是不是？我喝多了。我好像那个不说的，笑死我了！我感觉好多蚊子下来了，老雨下来了。欢迎进场，这土豆丝好好吃啊！停下来，于总吧，他的土豆丝还是可以的，快快快，来，干杯，开心！怎么喝？我哥，你过分！你说你好歹不给我一个火箭，一个超火，你好歹先来打个卡，对不对？啊！啊什么啊什么啊什么啊！我给你一个大逼东西行不行？什么东西？我说啊，一个也不要一个火箭，也不要个超火，好歹每天打个信号不在了。信号不在。他说啊什么不好啊？10069一个男的没有，变成二级网络了。行吗？不行啊。二级网络。行。他信号不好。对，听不到我们这边说话了。我相信他了，去上厕所。怎么喝？我的皮带都已经再往前开一个扣子了，我的皮带都已经就是扣不住了。睡一觉就四个。系了皮带没有？系了皮带啊，这个都扣不住了。小哥感觉你第二瓶多一点，因为我跟贝贝喝分了一瓶，酒量是蛮差。第二瓶已经一瓶半了。我的吗？我这是第四杯。我都喝了一杯白酒，喝了你第四杯。我还没有敬你一杯呢。啤酒第四杯还是蛮厉害了。好想吃菜呀。不行，你的太少了，我得敬你。我现在是第四碗，少喝一点。第四杯，我靠！晚上还要跟子涵和贝贝洗澡呢，谁要跟你洗澡呀？贝贝是我的，贝贝怎么要跟你洗澡了呀？我操！我他妈怎么对女人占有欲也这么强？不好不好不好，这样不好这样不好。你为什么起个伏？老嫂子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喝？对呀，就占你便宜啊！没见过别人。那边女人关系，操！我他妈才酒还没喝，没分儿。跟我喝，我当然比啊！你没什么分儿比啊？没积分儿，就是。然后你就省着不跟我，你他妈跟那个姑姑喝是吧？禁追风姑。姑姑我也没喝呢。他们不能喝的话就少喝一点，那就。不能喝就没喝。像老鼻子喝不了酒，像老鼻子也喝不了。我说你这个悲伤的，不要我，那你可以多想想，没关系。我也长肉了。今天姑姑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挺长胖了。老嫂子喝多了。不是你这个脸，多想想就好了。太圆了，就剩下圆了。谁呀？你呀？怎么办呀？脸大舌头了。我喝完就是那样。分给峨眉。你怎么真他妈该死啊，贝贝！贝贝，我脸红没有？你没有，主要太黑了，好吃，太黑了吗？看不出来，王仔都太黑，是比我们黑一点。哦，曲草，你怎么没？什么？
干他，至少干他，什么事情你干他，你给我打把 PK， 我操，干不过他，他把他叫成王子，他是王子嘛，哎，叫驱草，我们姐妹们一起喝，来，叔叔，贝贝，白龙，我们姐妹们一起喝，姐妹们一起干一个，老三的。有酒的端酒，有奶的端奶，有水的端水，有奶的喝奶，我们一起喝一个好不好？开心，祝我们越来越好。节目我们全力以赴，对，节目全力以赴，该干仗干仗，干什么仗？干不了一点。干什么仗？我干了啊！干什么？我也干了，我也干了，我也干了。姐妹们的酒，你他妈喝个什么？亲爱的司马哥，姐妹们呢？我们一起喝。姐妹们的酒，棒哥端起来喝了一点。自己喝行不行？敢留给你是什么意思啊？谢谢墩墩的小画家，棒哥你先。我们姐妹们说喝酒，你请小妹先喝酒，不请我喝酒。棒哥自己端起来跟我们喝了一杯。棒哥要请我们喝酒，你得刷火箭的。我被他说呛了。你刷火箭的，请我们喝酒，你不能直接请呀，你拿什么请？拿嘴请吗？哎，小兄弟，我被峨眉说呛到了。那你叫以后叫峨哥吧，哎，以后叫棒姐妹，以后叫棒姐妹，棒姐，棒妹，好吧，棒妹，棒姐。我还小，你说你想当我们姐姐还当我们妹妹？我腿上没有肌肉，怎么大的让你扭？最后一瓶了，姐妹们端酒，她端酒了呀，那你说她变，那变没变？啊，我好想吃菜呀，妈一口菜不吃，真烦。不想吃啥？没有按摩是我自己要吃，没事吧？为什么？绿皮也走了，小叔叔也走了，都走了呀。第二季的鸡，第二季的话节目还有，差不多了，这都六瓶了，真的被咬死了，被我自己咬死了。好，我这里有喝了多少呀？我没喝，我喝你可以喝慢一点，好。你是不是回去休息一段时间就过来了？商阳好，商阳居然不喝酒，你居然不喝酒，我酒量不好，我一口就醉了，那就少喝一点。没喝的雪碧，我太久没喝了，我不知道我在这喝不喝雪碧。你别以为是绿瓶子骗我，他喝的酒。我以为你真喝，他骗傻子。乖乖兄弟们，期盼了很久了，骗傻子，没骗到我。贝贝下播了吗？等会儿去洗澡。还没，你下来呀？还没有。你是去酒店吗？真的，啊？有个时间半个月。我们这几个晚去酒店。欢迎文渊。都去多少？哎，油宝店你就没见到。你也去酒店？已经十二号了。对啊，你待个四五天也可以啊。你也去了酒店吗？嗯，想想，怎么我直播没人说话又卡弹幕了吗？我看看，为什么我今天全程都在卡弹幕啊？我也没人说话，现在大家都走了。贝贝，你把你的手机关机。我跟你说呗。当然没有啊，关机再这才喝多少啊？全靠被咬死了。又在了。这才喝了。我操，贝贝，他妈这边脸拍老太大了吧？能不能对我好一点？不要把我这么漂亮，不要把我碰到屏幕的角角，行不行？这么好看，稍微中间一点点，对，这样这么好看。不是多少分钟吗？没有，我一会儿就好了。他线下这么漂亮，那你们脸好大呀！让我跟贝贝说一下。眼保啊，眼保呀！但是我真的。我知道了，又卡弹幕了，贝贝。今天每天每个人都在提醒我卡弹幕了，看到。对呀，对不起，你下播了，贝贝卡弹幕了。我在卡弹幕，关机，关机一下，关机重启一下。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关机重启一下，可能好长时间没关机了。他关机一下，等个两分钟。你要想喝啥，我给你倒点，你少喝点酒吧。酒给我。快点，走一个。赶紧过来。小雨啊，关机，箱子不是有酒？一箱。有一箱一箱的。水牛在哪？会不会是香香酒呢？妈妈给拿去拿喽。不知道。是，帮哥靠你了。我们的希望。偷酒的东西。对。就他在哪？他是免费的。那可能是确实因为长期。你看我像喝酒的样子。有没有酒好喝吗？嗯。没事，不会喝白酒。其实我不会喝白酒，等两，我只能喝。你让我品，我品不出来。你让我说好喝不好喝，我喝不出来。你让我喝出来哪个年份高，哪个年份不高，我喝不出来。我他妈只能喝，所以对我来说都难喝，就是辣的，没有好喝一说。这里有，很好玩的。我在干嘛，棒哥？棒哥你在干嘛？水流波波，波波，这不
不有吗？不然跟你说喝多了，我撑的不行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一直吃不停。哦哦，但我真的很撑。不有吗？没事没事。这一瓶够吗？两瓶，喝呀，够。他说也在喝，不了了，给你呗。那我喝多了，我回酒店我晕死了。你要吗？还有，晕死就晕死呗，酒量不行。下来呀，快点，小萌新。因为女生我认可女生是我手机充电宝没什么电，我就下了。当时我在西瓜小学去看小朋友，怎么看你有充电宝？有啊，所以是我非常认可。每一个学友都是我的前面学友。太久了，我觉得贝贝已经醉了。啊，贝贝狗贝，一百个没潜力的人，惨了。我也没看到。有啊，大家腿好滑呀！这边洒了，这边洒了。他腿好滑呀！我喝了四杯。四杯，我靠，说出来不丑吗？四杯半，我喝了四杯半，快五杯了。真的是这样，特别好。那个好了吗？严宝，您什么时候来武汉？没喝多。来肖哥这里玩，女主播好多。没喝多。肖姐。好不好玩这里？好玩，下次来。下次来，什么时候回去？明天？哦，今天。我一会儿打贝贝，就问我有官方活动，我只会凶他。明天就待一晚。我可以，对，我可以十五号再来。我十五号的时候可以。对，今天今天是周一，我可以不用担心福星，我今天放松一点，过不过的没关系。明天早上再次过来，我跟大林他们在这玩两三天。没有，没有公休，但是周一的话，因为一周只有两天，走路打票，打票啊！哦哦哦，对对对，所以就今天先走路打不打票，就是我喝了之后我脸会红。我不是，把他脸埋我胸里，怎么就我跟苏苏酒鬼了？怎么把峨眉带上？谢谢我追风客的盘。他说我跟苏苏是酒鬼，真的，我今天不想喝酒的，都怪他们俩。苏苏，喝一个。听说你喝不多是吧？他没有感觉，你看，确实没有感觉。那你怎么不喝白酒啊？干了。啊，我操，干了，我的天！那我拿这个喝吧。要不有记得叫我一下，我先挂机了。要不有记得叫我一下什么东西？我操，叔叔他妈真的是个狠人，浑身干大事。还有没有小北他们惯我，让我背一次，他们惯我。你能喝没事，大能喝。你怎么让我能喝啊？我喝不了一点，我跟他拉着喝酒了。走不了就在这里坐下来。第二季这么多人，现在是团播，都在团播。不过我觉得户外以前没有这种形式，这是第一次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好。有，你还有吗？我喝完了。2020年我搞了一个女团。半哥，半哥。2020太早了，那时候是有流量的时候。2020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六个人，然后白天用我们直播间六个人一起播，然后做节目。晚上他们自己开播，然后做 GDP， 他们就在我的工会下面，我积分买呗，那个工会下面。什么呀？从他们变成他们的人了？怎么了？你是我们的人吗？唯一有一点，怎么就要拿积分买了？就是他们全都是纯新素人，是我把他们带到豆子里。那就两积分的量，那费劲。从我这里分，我有呀。那要费劲，因为你一个人能有多少流量吗？对呀。所以我难度很大，来源于各个直播间，大家都带着。对，你不是他们的人，你就是每个人都带了一点点，然后销售流量又很大，然后搞的东西又很大。跟他们一起割我们，两个月那两个月，你是我们的人，你两个月我的 GDP 也有涨，然后其他女孩子每个月都有几千块钱。稍微好一点，你不喝了吧？他们是纯素人，没有做过主播。我来这里之前，我每天几千块钱薪水，我来这里之后现在10000多。还是自信很大的，10000多。之前，之前好了，我好了，一二三，就是那种过五星，就是小五星都是那种，哇，今天朋友好开心那种。所以他这真的很成功，我感觉。我要不要在这待着过年？待着。你们两个能喝就喝，不能喝就不喝。可以喝呀。为什么给他们俩说不给我说？确实是一个蛮成功的。我靠，你混了好多。你滚吧你！说什么呢？说谁呢？说你。老陈哥，明天你混了好多。锻炼我什么？我见他喝，我见他，就怕。哎，别说我是怕，苏苏骂我，你他妈的！我们无话不。我都第二杯了，你还在那。无话不。苏苏是真能喝，不是怪姑姑他妈拉着我说话，让苏苏上头哎！我上脸，上脸。干嘛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啊！什么有他妈你的酒松扣啊？这么能喝呀？给我倒满行不行？我倒。
我之前我什么贝贝，你再说一遍贝贝。真的，你看我的比你还多。七个人，除了我以外还有六个主播，然后还有六个主播之后，半个半个半个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直播间。谢谢。来，姐妹们喝一个，姐妹们，我喝完了。好，姐妹们来喝一个，干了啊。没有酒，晕倒。啊？干嘛呀？你想怎么了？喝一点。啊？怎么了？没有没有，他说他没酒。你不是不在这里吗？来来来，姐妹们一起喝一个来。因为那也是那个。认识。棒。对。棒哥。反正现在你得记住。不上脸。来，峨眉。姐妹们干杯。干杯。老嫂子，姐你不跟妹妹干杯是吧？妹妹结冰。结冰。有人问旁边是谁？我说。他没看见我，我操。算了，你怕妹妹们还疯。我这么，我操，这个直接怕了。这个、直接素素，你别看我，我喝，我喝。我干了，我干了，我干了，干了，干了，干了。你们干了都是随意。我们养鲨鱼。我怎么还没开始喝呢？我盯着我干吗？他们都盯着我，啥意思？我盯着我呢。别盯着我喝嘛！啊，他们都盯我。然后每个人性格上面都会有特别值得学习的地方，还有你那学习。凤爪跟我说，喝没事儿一样的。不要不要，陈哥不要军训我，不要军训我，求求了，拜托拜托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对呀对呀，对呀，你应该买上四件这个衣服，素素，今天穿件这个衣服，素素，惨了，你应该买三件衣服，咱们三个人一件，就是你在干嘛？我操，素素说我不能喝。你们两个快干起来，快干起来！喝了几瓶？我还得喝白的呢，我喝了三瓶了，还得喝白的。老陈哥，别这样子，瞧不起我！不要不要，大妹，那我不大妹，等等，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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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搁我以前我忍不了，现在我忍了。你喝几瓶了，素素？小样，你在干嘛？这蚊子多，小样，我再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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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六瓶，那差不多，我喝了四瓶，加半杯白的，加上，欢迎洛小姐。差当很单纯的一个人，就我评价两个字单纯。好想吃菜呀，学长认识你。我操，不吃菜喝酒真的容易多，我发现。半哥晚上好。我知道。我现在有一点点。我宇哥看着人的话，这帮兄弟都可以啊。来，我就知道。别来，别来帮我吧。什么？别呀，别呀。放个完了，是不是？不借一个火箭。为什么？你三个交。啊，对。这个我要进夹子音，我要进夹子音。眼镜花。进夹子音，我不吃。我进夹子音。贝贝，再夹一点。你他妈的没有毛豆了，你他妈让老夹，老夹了也没有毛豆。滚吧！气死我了！领导夹一下，小叮当夹一下。如果不还的话，可以让学长。我刚刚被他骗了，吃了一口藕带，你知道吧？塞到嘴里的。他说破功了，破功了，破功了！我他妈立马吐出来了，现在还在这里。然后他给我，他给我，你让我刷了一只虾，动都没动。可以吧？你太浪费了，真的。那个唯一的两个虾，唯一的不不不，给你了。太卷了，我操！那我嘴巴剥出来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不能吃，我要吃。我坚持，我吃一个会有，我吃一个会有第二个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学长的火箭。我只能吃毛豆，毛豆没关系，下酒的。第一次给我一起上岛玩的荒野荒岛，荒野求生。第二次给我来仙女岛玩游戏，没有没有，感谢感谢。然后平时现在帮武汉的，明天还这里哦。我跑什么？明天还这里吗？还这里啊？他没跟我说啊。我自己边疆的，没让我还这里。啊，半个发话了，已经解脱了。回头半个，到哪儿来的毛豆？各个直播间去抓半个。刚刚前面敲了，还有啊？没有了呀。对，喝酒吧。包括那些也是太虚了。能不能给火箭喝一点？火箭喝酒，算了，他怀宝宝了，走了吧，小贝，他有宝宝了。他没有那些，我帮他顶他了，我知道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你刚刚是什么？什么？喝水还喝？是这个吗？你喝完再喝。不要，滚吧！我以为是我干。上脸啊！对对对，我是你的干。清洗的吗？我没说。没有，他是我家的水。我家这个牌子不是我的。
不是我中间的孩子，没有关注我。大的我，哦，大的我六岁，哎呦，大的我六岁。好，感谢啊。我脑子里想的。面壁也过年了，除了文哥这个事情，文哥这个人的话，真的。养我两千年。姑姑，那瓶水喝没喝呀？没有。那我给你小北。你要不要去？我有呀。学长说这里挺好的。有机会来这里玩。是说我喝完了别碰了。浩哥客气了，没有喝完。有机会来山寨的牌子，对呀，这个粉出来是山寨的牌子，这个粉出来就是我的牌子。快点。不是我看三分钟的酒，黑霸。哎呀，我天哪，我的天，我真的好全部倒不了三杯，倒不了，倒不了，没了没了。不是干嘛，叔叔啊？当着我的面给我倒酒啊？怎么了？又想是干嘛？我们在云，你看都是平均的。行，也就是你俩，我忍了。真的好撑啊！平均的，我这个肚子完全是手指头，都是来撑的玩儿，太撑了。几个月了？太撑了啊！什么什么什么？我也听。真的，我今天吃了好多，然后又喝了酒。你搬过来吗？搬过来吗？搬过来吗？你们俩都在成都。住啊！我现在整个肚皮，对我俩都要炸了。我的肚皮都要炸了。成都住啊？干了，干了。那不是，我可以干了，你得搬来成都住。行，你傻是吧？三倍奉还。不是，你是家在那里江西吗？作为很好的朋友，可以。哦，那可是成都挺好玩。我没去过。你能睡醒就来玩，真的没有成都，真的好玩。我去过重庆，但没。没有成都，我也没有去过成都。啊，你在哪里平时啊？江西啊。我操，你俩一个地方啊？他俩是一个工会。什么工会啊？临济啊，临济总部在江西吗？应该是吧。接近100斤。哦。我讨厌笑什么呀？你笑什么呀？你笑什么？好多零级的，接近一元零也是，小零是也是，然后之前的那个晴天也是，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来这。你要吃啥？骨头。神椒。你怎么难喝？是常温的呀？对啊。吃下吧。吃下。吃骨头。大家说话对一声就没了。别喝多了，我他妈是你的保安。你拿筷子喂了他，你等会儿吃不吃了？我睡觉去了，我别喝了。啊，我不喝了，不喝了。其实你的白衣服，要不然你拿远点。我也弄得准备下播了，下播了，等会儿他们一起去酒店了。好，可以。今天打 PK， 今天我们打 PK， 然后打到了打到了酒店，否则的话今天就没有一个酒店住。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我有？我的肚子是真装不下了。好的，眼宝晚安，眼宝晚安，早点休息哦。不是养鱼是吧，贝贝？那我困了呀，我什么一脸痴呆，我困了呀，能不能好好说？真是的，这个形容词儿一点。他平常没事，我跟你说，我在酒店在我旁边，我经常看他的电脑，因为我能看到他的画面。七年级，我在玩。不是留级了吧？七年级。怎么下播吧？就默默守着。初一。他没有那种意思。我是咩咩。是个好人，对他好一点。他是个好人，划重点。没有，贝贝，我徒弟跟我聊过天，你知道吗？对呀，那会儿我说小文，我就没说认我给你静音了，贝贝。文哥这个人嘛，就是我给你等会儿，别开，不知道，我也不清楚。怎么说嘞？他就觉得徒弟你喝不喝？快乐嘛，就看到直播嘛。到时候我跟宇哥喝，跟宇哥今晚上喝完了。也许的话，我晚一点还有安排，还跟南琪说一声，他明天就是改签改到几点钟，然后确定一下。他就跟他一直看着，有时候我都生气。你别生气。好了，那我现在弄下播吧，我直接下播吧。说下播，拜就是怎么说呢？报个一波，我跟大家说声晚安。晚安，兄弟们，拜拜。晚安，大家注意啊，我准备下了。我就给。那我也下了，哥哥们。我也下了。都下了呀。霸气也玩啊，还有好多没带我粉丝牌和隐身的朋友们，大家都玩。在这里祝大家可以睡个好觉，做个好梦。下喽。拜拜，哥哥们，晚安。谢谢哥哥们这一周对我的抬爱。我们进了超粉团。可以亲我一个吗？滚。我们进了超粉团。亲我一个吗？我们为什么不能亲我一个？我们进了超粉团，我们保持了中了中福星的三星。拜拜。跟屁股，刚亲我一个了。啊。晚安，哥哥们，晚安，晚安，拜拜。再接五秒。怎么都？